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本航班的机长 Samuel Tong。 本航班将会带大家飞越英国。鎮宇合作是第一次啦，個感覺都非常良好嘅。就多謝阿 Sam 啦，因為阿 Sam 係一個愛情戲嘅象徵，就可以同我哋嘅愛情片女王鄭秀文合作一次啦。聽兩年，係嘛？係，一個合力，你我知道。今次我在電影版《衝上雲霄》裏面係飾演Skylet 的老闆，同阿佘詩曼有一段比較纏綿的愛情的故事啦。就飾演一個女仔叫做潘家詩啦，咁係一位空姐嚟嘅。咁空姐其實對我嚟講係好特別嘅，因為係我細個嘅夢想嚟嘅。校里面还是延续那个酷莫的那个角色，都是那个 Captain Cool 了。冲上云霄里头演的这个女孩叫做 Kika， 我自己非常喜欢她的任何的一切，然后她是一个很特别的人，因为她只想要开心，因为她没有时间不开心。可是我怎么说呢，也觉得 Captain Cool 他不会为了一个女孩啊而放弃整个森林的，所以可是他每一次，我觉得他每一段都是会非常专一，然后就是在那个特定的时限里面，所以大家在电影里面看见那个时段就是我一心一意对着他的时间。这是那个时候吗？当然。伤心伤心